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啊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972页，972页倒数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，人三课题啊，月相因以重会，请看经文，皆有贪着财色，不肯施惠，过于自快，无复取之，痴欲所逼，后积增利，富贵荣华，当时快意，不能忍辱，不务修善，为事无己，随意磨灭。注解说又，右面我们看的这段经文，崇明三毒恶因，反复的皆会。我们读到这些经文，深深感到佛陀的慈悲，祖师大德的爱护，如同母亲一样。请看注解，皆有贪著财色，多求无厌，这叫贪啊，没有厌足叫贪，贪心牢固越着。宝积经里都说，邪念生贪，生贪著，贪著生烦恼。人生在世，特别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，说起来是非常的可怜、可悲、可悯。什么原因？
我们从小没有受过扎根教育，从小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都是为贪着财色，多求无厌足啊，多了还想多啊，没有厌足的时候，这个贪就这一个字带来我们地球上这100年的灾难。20世纪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啊，回头细心对着佛法想一想这桩过去的事情，就发现了这一个时期这么多的灾难根是什么，就是贪这个字啊。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，财色名食这不能少的，适可而止，没有贪心，人的生活就改变了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真正的幸福快乐啊！什么人幸福？没有贪的人幸福。什么人最快乐？没有嗔恚的人最快乐。啊，不愚痴的人幸福快乐，他全得到了啊。凡是一生感觉到自己天天都在累啊，不能够满足，如何能得满足呢？贪心是绝对满足不到的，这个你一定要晓得。为什么？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贪招来的是什么？三恶道里头贪嗔痴，贪是鬼道啊，啊，在我们人道心目当中看鬼，鬼可怜，鬼愚痴啊，鬼真的有严重的贪嗔痴，他自己没有觉得，没觉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贪嗔痴是因呢，三恶道是果报啊。那么贪嗔痴也不能放下，跟三恶道就结了缘了。贪是鬼道，嗔是地狱道，痴是畜生道，你跟这三道结了缘了，
这个缘结的深呢，这一生寿命到了，这就去了，自自然然跟着三道相应啊，看到贪嗔痴就欢喜，不知不觉就堕三恶道。佛菩萨心目当中多可怜，三恶道进去很容易，出来可不容易。佛经上这一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，一点都不能放松。三途一堕，堕进去之后哪一年哪一月才能够离开呢？佛给我们说五千劫，啊，就算是小劫都不得了啊。啊，经上常常讲的增减小劫，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可以到84000岁，最短的时候10岁，有10岁，每一年每一百年加一岁，加到84000岁，再从84000岁每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10岁，这一个增劫叫一个小劫。我们就从这个小劫来算吧，5000小劫，三途一度5000劫，5000个小劫，这是多长的时间？大家看到我流眼泪了，是不是看到经文伤心呢？是啊，但是真的事实是最近这段时期眼睛有一点问题，点的眼药，这眼药水起的作用啊，我们还言归正传，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，牢牢地记住。为什么不敢造恶？什么是恶？贪嗔痴是恶。人生在世，日常所需很有限的，每一天能吃饱就很好了，能够穿得暖，没冻住没饿住，就要知足啊。那还有多余的呢？多余的要看看我周边的人有多少还不如我的，那我们要帮助他，无条件的帮助他。那佛门弟子奉佛教戒要帮助别人，帮助众生，众生有苦要帮助他解开，众生有福
要随喜啊，要生欢喜心，嘱咐他。这就对了，像佛菩萨一样，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他来干什么的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叫菩萨的事业。我们要干这个事情，那叫真正是修菩萨道啊，学菩萨了，是正确的，不能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，不能让众生因我而造罪业。我不能给他这种增上缘，我要叫众生看到我生欢喜心，看到我舍贪嗔痴，啊，看到我像圣贤人所说的温良恭俭让，啊，看到温和，看到善良，看到恭敬，看到寂静，看到忍让，这就对了。这样我们这一天呢，没空过。如果不能把这些德行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特别是与大众相处的时候，心里想到佛在我们这个场合他是怎么表演的，我们哪些比不上他，哪些不如他，都在这上着想，认真努力学习，啊，像个佛弟子，佛弟子最起码的三规五戒是善，这最低标准呢。贪著财色，就不是佛菩萨了，就错了。啊，多求无厌，这叫贪。贪心牢固，说是着迷了。有机会，他就起现行；没有机会，制造机会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。看到心能警觉，好，怎么烦恼起来了？啊，贪嗔痴慢疑现前，怎么烦恼起来了？自己问自己。啊，宝积经里头说的：“邪念生贪著，
什么叫邪念？贪嗔痴慢疑，这五个字叫邪念。有邪念，当然生烦恼。烦恼是什么？没得到啊，得到了还不够，太少了，就烦恼起来了。啊，财色，财，钱财，货物，色，色情，男女之间的情欲，家乡书里的时候，或贪财，或贪皮肉，又云借由贪着下出三毒之故。贪着荣华，贪现在乐造物，不肯施惠，不肯以财物帮助别人。啊，施是讲财，啊，慧是讲智慧，帮助人开智慧。人有智慧，就不会做坏事。慧书里面说，贪欲虽多，以财色为大，故偏举，不能施惠，奸吝之相也。学佛，人都想发财，都想升官。佛能不能帮助我们得到？当然能。为什么？要不然就不能叫佛了。佛万德万能，哪有一样不能？怎么样发财？身材有大道啊，那先要晓得财从哪里来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亲近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常常提出这桩事情，提醒我。啊，为什么？我命中没有财，命中也不有没有官位，啊，没有财，没有地位，而且寿命还很短。只有45岁，老师真慈悲，教我如何把这三样给补出来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命？过去生中没修嘛，所以没缺乏了嘛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今天在世间发大财。啊，拥有几亿、几十亿、几百亿财富的，是他过去生中修得的，有很多这大财主，多少生呢？十世、百世，你才能积累这么多。如果你要是没有智慧，你有这些大的财富，
你造不善业，害多少人，转眼就成空了。那个太可惜了。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眼前。没有命里头没有财富官位的人，想尽方法要得到，纵然他有这个缘啊，比如说贪官，他都要有缘的，他没有缘，谁理他呢？他行贿赂，要有收贿赂的人啊，啊，帮助他了。这样他地位高升了，高升贪的更多，一本万利啊！啊，那这一生造出的重罪，来生到三恶道去了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前面我们学的，三途一度五千劫，后悔来不及了。你享受的时间很短，人间几十年而已。你受的苦难很长，五千劫在三恶道，这账怎么算法？啊，老师为什么常常提？我跟老师是一个星期见一次面。啊，常提，怕我忘掉啊。老师常提常提，老师走了，想一想，老师究竟教了我些什么？那马上就一千劫，这才知道重要。啊，提的最多的。真的叫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句话，戒律很重要。这句话什么时候的？我离开的时候，老师一定送我到门口，就说这一句话，戒律很重要。啊，能持戒，佛的教诲全得到了，不能持戒，虽学全丢掉了，丢失了。啊，佛教我怎么发财？财布施的财富越施越多。命里头布施的财富的那个点高度是有一定有限度的，有一定的，不能超过，超过肯定是造恶业来的，不正当手段而得到的，超越了啊！超越什么现象？过不了三年五载你就败了，你就犯罪了，你就被抄家了，你一无所有了，那什么，你过分了啊！一定要安于本分，欢喜才不是，看到别人有困难的，主动去帮助他啊，他们有的吃的送给他粮食，没有穿的送给他衣物，
啊，喜欢救济这些苦难，不求报偿，这是在累积你的财富。因如是，果当然也如是。啊，法布施长聪明智慧，聪明智慧从哪来的？法布施来的。啊，过去生中多生多世。法布施，啊，财布施，法布施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。第三种无为布施，无为布施最重要的，不杀生，啊，杀生，小动物、蚂蚁也恐怖啊。也不愿意被其他动物杀害 啊，所以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。你看到别人健康，你健康；看到别人长寿，你长寿。修无微施，让一切众生平平安安，离开恐怖灾难。三种布施的心要常常放在心上，遇到有缘赶紧伸出援手，不要落在别人后面。啊，听到某个地方有灾难，新闻传出来了，尽我们现在的力量，帮助灾区同胞们离开灾难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我有一百块钱，我就捐一百块钱。我有200块钱，就捐200块钱。这个功德叫圆满功德，为什么？你通通拿出来了，你只有这么多。啊，不是像那些拥有大财富的、家财亿万的，他拿个2万3万，像我们拿1块2块一样啊。那么你晓得，他拿100万，等于我们拿100块钱，功德是平等。为什么他有那么多全拿出来，我有这么多我也全拿出来？平等是从这儿说的啊，不是说没钱的人就永远就没钱，不能修财富，不是的。啊，他是按这种比例来算的。啊，你100万全拿出来了，大功德。这个人只有1万也全拿出来，你们两个功德是平等。啊，人遇到这个灾难，这个灾难数目大啊，很多受灾的人来分，有的他能分给100人，分给200人，分的人越多功德越大，
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于是我们就晓得了。建医院，好事情啊！多少人受惠啊！可是他有机会啊，没机会，我想建个医院，没机会，有钱也没办法，人家不能接受。啊，我在10年前遇到这么个机会。啊，在泰国。同学们告诉我，他们想建一个医院。募集的款项还不够，还差很多。那我们碰到有机会了。啊，我从泰国回来，我就告诉一个居士，告诉他有这么一个机会，你愿不愿意做？你要愿意做，我让给你；你不愿意做，我就做了。啊，结果他做了，好事啊！你看这个医院，10年当中，多少人得会。啊，医院现在还存在。啊，缘分。那么今天我们遇到最大的缘分，这个缘分是汉学院。汉学传了5000年，现在要再不重视的话，10年之后还有几个老教授在，现在还在啊，他们要过世了，你想救都救不到了，你没法子救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力量有限，财力物力都有限，我们统统做出来了啊！我们就在台南小庙极乐寺开了个班，学什么呢？学汉字，学文言文，学生10几个人，老师我请了3个老师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可大了，就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，这个功德多大只可以用不可思议这一句话来形容。所以你要有眼光，要认识，要有智慧，真实功德，为往生积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我们有这么好机会啊，遇到了，遇到哪能不干呢？啊，所以修习功德还要靠智慧，慧眼，你能看出来，你能掌握的这个机会，你成功。啊，有这个机会你看到了，你要没有财力也没办法，没有人力物力，没有人帮助你做不成功。啊，有那么几个人帮助你，热心帮助你，就搞成功了。啊，我把这3个老师，他们一生所学的，能够传给10个人，传给20个人。传给30个人，老师10年之后不在了。
这些学生成就了，他们一个人传十个人，一个人传二十个人，传统文化不会断了，不会绝，这个功德多大。啊，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。啊，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应该要做的，认真努力去做。啊，什么样的艰苦辛苦都能够受，希望把这件做好，往后的立业的千年万世，想想看来生得什么福报，来生得大智慧，来生得大福德，来生得长寿，说不定要做得很积极，效果很大，这一生就得到了，命运全转了。没有财富，用钱不缺乏，没有寿命，身体健康长寿啊，没有智慧，慢慢智慧就开了，也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事情，啊，所以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上，求佛没错，佛会把这个事情传给你，跟你讲清楚讲明白，你觉悟了，觉悟了你就不再贪着财色了，你知道财色名利人之所好，我也有好啊，我知道命里没有啊，命里没有就安于没有，啊，老师告诉我，虽然出家，出家教学还是要用钱的，没钱不能办事，啊，我们现在办个汉学院要钱的。啊，就有很多热心的善心人，啊，大家奉献一点就够了，人多了嘛，啊，所以一定要学的欢喜财无使人，啊，不是不肯以财物使人，欢喜以财物使人，会说云，贪欲虽多，以财色为大，故偏取，不能实惠，见吝之相也。啊，舍不得布施的，就知道这个人不是真正富贵人，他的地位快要失去了，他的财富也快要
我们一般讲他保守不住，他的财富命中没有，现在手上有的人不牢靠，很容易就失掉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财为无家共有，遇到火灾会烧掉，遇到水灾会漂泊掉，水火无情的，还有盗贼、败家子，最后一个是败家子，到儿子儿孙长大的时候，你会攒积，他会用，攒积的很辛苦，他用的很舒畅，不久就把你用光了。这些都在面前，都要看清楚、看明白，然后度佛心。佛讲的一点都不错，句句话都是实在话。这个下面几句念老取得好，过于自快，无福取之，只求自利，一时享受，不问是非取之。这是什么？痴于所比。啊，痴愚痴，没智慧。贪欲之心是根于痴，故曰痴愚。痴坏事大了，所以人不能不读书。读书要读圣贤书，古圣先贤留下来的，留了几百年，流传几千年，千百年的历史，多少人读过，证明了什么？证明它是真理，它是真好，它才能传到后世。如果是不好，没有人印，没有人流传，早就是丢掉了。凡是能够传几百年、几千年，一定是好东西。啊，现在人说好说不好，这是现前一时，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。啊，经过历史的考验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中国留下的典籍语言，像《易经》，至少三千年。如果要从伏羲氏画八卦开始的话，伏羲到我们现在是五千年。啊，这个书还能有错误吗？有错误怎么能传这么多年？一直到现在还被一些人研究学习，把它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。
啊，所以读书开智慧，智慧开了，你能够辨别是非善恶，你不会迷在物欲里头。你知道这些欲望是这都是害，不是好事。好事古人应该要提倡啊，为什么要戒制它啊？尤其孔夫子定下一个标准，叫思无邪。我们今天讲文艺表演，一定要记住，不能叫人看到了、听到了、接触到了，就会有邪思。什么邪思呢？贪心、贪着的念头起来，不能让他有这个不好的念头升起，这个可以。要有这种情形，不准表演了，不准搬上舞台啊！现在这种教育没有了，现在的孩子谁教？电视教，网络教。电视网络什么内容？全是杀盗阎王。小孩这个东西天天看，杀盗阎王是正常的，麻烦大了。这个社会什么时候才能到安定和谐？真的看不到希望。好在到今年，有人说嘛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我们到今天才看到中国确实不一样了。中国人现在觉悟了，要把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再复兴起来，这是好事，这是祖宗之德，圣贤加持，佛菩萨保佑。啊，必有大圣大贤，来领导啊。大圣大贤的出现，是众生罪差不多受满了，否极泰来。国家领导人从上到下都提倡传统文化，都提倡伦理道德，不但中国有救了，这个地球有救了啊！从我们的祭祖可以能够看到这个瑞象，过去祭祖是我们自己在香港小地区举行啊，前年我们中原祭祖，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有这个缘分遇到了，请他来参观，他看了之后流眼泪，问我这个活动可不可以到英国去做一场。去年我们在英国做了3场啊，英国
今年还要做，好事啊！希望将来这个地球上每个国家地区都有人发现，来号召我，来提倡纪念祖宗，纪念孔子，孔子是老师啊，纪念祖先是伦理伦常大道，纪念孔子是老师，尊师重道，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是做人的大根大本。圣贤人是从这个地方教出来的，好事啊！啊，我们听到了非常欢喜，大力支持，希望他做得很好，做得很成功，啊，能够把画面透过卫星电视播扬到全世界。啊，念老后面这几句话，我在这里念一念。啊，旦暮富贵荣华羡慕，以求快意于当时，不愿忍辱修善，积累福报于来时，于是为时不长，随即消灭。这话真的，这个几句话应当放在自己书桌上，每天都能看到。我们把它当作戒律来看待，一定要遵守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这个人有想不尽的福报啊！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